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，要我怎么做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。明白。请问这里是一号宝箱吗？请问这里是一号宝箱吗？天边白，终于到了。锁。他的心思有谁能猜？却如何知道我？ 你没什么，我让你走是为你好，你明白吗？那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张启神，你说话驾驭不了吧？笑话。 我张大佛也哪里有人是我驾驭不了的？做我的女人没有什么好下场。为了跟在你身边，尽心尽力。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都会在你的身边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你先吃一下好了。怎么样，保证吗？ 长沙的步伐，没有任何的副驾，大地阴霾，看不见他的脚印留下。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可以叫他先用餐。夫人一早就离开了，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？夫人特意嘱咐过了，让我们要到二府一休息。他往哪个方向走了？夫人出门的时候。 我让两个家丁随行保护。苏珊，必须要尽快的除掉了。有顾虑吗？没有。什么时候都说。苏莎小姐，我到的时候，苏莎小姐正要离开。我进去一看，王范一家把我孩子全送了。带上一班兄弟，跟我去监狱。是。 他轻轻张起来，宛如天籁。傅爷好，我的心胸有万般心。你怎么成这样了？这个人骨头比较硬，到现在也没有认罪，可能他也知道通敌叛国。什么通敌叛国？今天我就把这个人带走。有人问起你就是我张启深，你们拦不住。当今你可不能思考，你个人的情。 这是我们祖国的隐形的基础。你在调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和伤疤，非要让我揭开给你看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 恐怕，什么样的魔鬼迷了你的心？你甚至能放弃你自己的信仰？10年了，这一次，只想为自己。下雪了。